今天我们就会书面地状假扣押，用行动告诉建商基泰，是否就责绝不是嘴巴讲讲，要替住户讨权益、争赔偿。台北市长蒋万安拿出具体作为，对建商取巧规避审查建筑结构，也要一并检讨。当时相关的鉴定过程，或是在整个工程施工、开挖11.95公尺，如果我们回过头检视，并且去调查，有任何刻意规避责任，也就是我们12公尺就必须要做事前的结构审查，有任何这样的情势，当然我们必须要来全面的检视。基泰底下开挖11.95公尺，巧妙避开审查，就连零损鉴定、建商求援兼裁判，遭诟病缺乏公正第三方，蒋万安要当全台改革第一人。我也会成立调查小组，来就整体过去所建议这样的 SOP 以及审查的机制，让台北市带头来改变 SOP。同时政府更有主动积极的角色。庞大法规修改大工程开始前，议员王世坚大骂当初市府发建造时该有的观测资料，建商辩称随着明台塌陷埋在地底，重要监测数字随之消失，蒋万安帮忙讨。昨天我们已经正式发文要求建筑公司提供我们的观测资料，现在你就是要负起一切责任，没有第二条路。民宅塌陷第三天，蒋万安四度到场，站到意外现场勘查，现场听取简报，紧盯进度，要给市民一个交代的同时，公安意外层出不穷，蒋万安展现魄力，就责检讨一个都不能少。 TVBS 新闻刘玉俊、傅定华、黎平 SN 小组台北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